下午六点，新北市嘉勤文销合作社点万点用万水好生甲自备试试。联络电话：02-2951-0565。一月二十六号礼拜日，下午两点，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联络电话：02-2550-9900。一月二十七号礼拜一，上午十点，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十供养甲好心发挥。联络电话：02-2917-8855。一月二十八号礼拜日，孙天一真人千秋，上午十点，树拿菩提讲堂新春祈福发挥，点万灯，供万水，甲心灵讲座。联络电话：02-2688-5088。一月二十九号礼拜三，上午十点，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点万灯，供万水，甲消灾发挥。联络电话：桃园中心03-347-7666，桃园道场03-331-0553，中立中心03-422-8806。一月三十号礼拜四，定光高福圣诞、清水祖师圣诞，上午十点半，慈悲基金会新德分会新春祈福财神发挥。联络电话：新德分会03-545-6691，恩气福合会03-545-6692，新德中心03-533-7368。一月三十一号礼拜五，上午九点半，苗栗红花善医新春祈福药师发挥，供上药师经、点万灯、供万水、十供养、甲围炉香烟。联络电话：03-7991-513、03-7336-026。二月一号礼拜六，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七在独坐三十劫，五灯阎罗王圣诞，上午八点半，台中五峰讲堂八关斋戒。联络电话：02-2338-9987。二月二号礼拜日，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甲恶行成一千倍，药王上帝万寿。上午九点，家己慈悲哦。永福在天，祈福发挥，甲新春团拜。联络电话：嘉义讲堂05-225-5888，嘉义中心05-216-6700，和睦中心05-230-8348。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新春到，福慧增。生命电视板桥悲愿寺举办佛像开光新春开市暨佛前大供，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1月25号星期六，大年初一上午10点，地点板桥悲愿寺，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上午9点，于捷运江子翠站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晚上6点，为所有被屠杀物命点1080盏莲花灯，点万灯，供万水，护生祭慈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占乐法师共同主法。地点新北市嘉勤运销合作社，地址新北市泰山区中港南路103号，备有专车前往，敬请事先登记。联络电话：02-2951-0565。02-2951-0565。
喜逢春庆团圆，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举办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恭请海涛法师主讲，日期1月26号星期日大年初二下午2点开始，地点台北生命道场，地址台北市大同区民生西路300号2楼，联络电话02-2550-9900，02-2550-9900。各位菩萨啊，欢迎大家啊来参加我们岁末年终聚会。好，那今天其实我很高兴是这样，因为我下午不在哈，很多菩萨呢依然去荣民之家关怀哦，也做得很成功。好，其实呢新竹盂兰是最高兴的一件事。拉花今天是用海涛基金会的。那个师姐来这边看望你们，我们先来念佛好不好？念佛会让我们大家身体更健康、更平安。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带动伯伯们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办法面面俱到，有时候只能当你们的后盾啊，希望你们每个人能够成长起来，不管是普佛啊、烟供啊、爱心便当、老人关怀，乃至于平常的法会共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独立自主起来啊，法器根本，那这样的我们的法务才能蒸蒸日上啊，所以感谢大家一年的付出啊，我们今年来呢，虽然说短短几个月呢，但是我们也做了不少的事情。那明年新的一年呢，我们就从1月2号的腊八粥开始。跟众生结缘，然后以后在这边每个月我们做爱心便当，所以我们来年一样会爱心便当，然后关怀来自低收入户、弱势家庭、生长团体的补助、等等呢，还有学校、监狱的弘法讲座，这方面也是我们加强推广的部分。好，所以谢谢大家一年来辛苦，也希望大家来年日障消除，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道业精进，阿弥陀佛。表演的这术业有专攻啊，我们会拍手就好了，热烈掌声啊！边吃边看秀多好呢。
赚大钱。阿弥陀佛。师兄姐，大家好。阿弥陀佛。祝各位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海涛慈悲基金会屏东分会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为缘消灭，顺缘增长，广闻生思，勤修佛法，六时吉祥，2020平安快乐过鼠年，耶、海涛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为例行善法举办传授八关斋戒及恭送慈悲药师宝忏法会，特别邀请僧团赞德法师慈悲传戒主法。法会在迎请者两序庄严的迎请仪式中揭开序幕，众等齐声范备恭迎法师入堂主法。法师领众于佛前上香礼佛，以甘露水真言加持瓶中净水，为道场内外洒净加持。戒定真香氤氲的云林观音讲堂中，法师领众先修甘露施食仪轨，再持咒忏罪，挥佛旗，祈愿佛力加持，为众等福消罪尘。又以药师仪轨领六道伤病受苦众生疗伤去病，接着为求戒信众传戒说法。八关斋戒上戒的这个福报，基本福报就是对这些了后，你修戒圆满，戒戒修好，以后600,000岁。一时不免烦恼，而且拢会当着佛法，当着善友，用你这个因缘呐，未生伫边地，边地就是无佛法的所在，生活艰苦的所在。所以八关斋戒功德非常的大。后来你今仔日受八关斋戒了后，你讲，我要来极乐世界，哦，世界太殊胜了，我要来遐成佛。你只要到受戒了后，佛前发愿。你即世下步了，你下步的时阵哦，佫袂安尼啼啼哭哭哦，会欢喜，临终欢喜，这是真少真少的。而且咧，你正念永存无障碍，怎阿弥陀佛甲你带去极乐世界，中品中生呢？戒会中，法师领众于佛前献食供养，恭敬请圣正蒙受戒。法师领众在于佛前发露忏悔，以清净之身口意三业。纳受清净戒体，为一日夜之优婆塞、优婆夷。受戒圆满，法师领众将大众受戒功德回向澳洲森林大火熄灭，所有火灾往生众生离苦得乐，各生善处。五供后，又为众善发心救护的五命众生皈依三宝，为所救五命种下未来出世正因。午后，赞德法师领众于佛前恭敬上香，严禁坛场，熏修药师忏仪。恭送礼拜慈悲药师宝忏，于头礼跪拜间，殷殷忏悔往昔所造宿业罪愆，祈愿诸佛慈悯为众生开恩赦罪，更将当日持戒拜忏点灯供水护生药供等所有功德回向净虚空遍法界，所有有情离脱罪苦，消灾免难，身心安康，共证菩提。生命电视云林采访报道。